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板，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亘古留存的力量哈。第一级任务哦，由我们这个祭司会长联盟的这个松子所提供的队伍哦，兄弟队带大圣光炮哦，基本上其他队伍其他队员就是我自己在另外配的哦。如果配的不是很好，就多多包涵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还 OK 啊。我来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很速哦哈，速刷，据说是速刷。看起来是蛮素的。不要走，对你走我就痛了。至少除到 CD 五哦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带走的意思就对了。没关系，速刷嘛，速刷当然是不能拖太久时间的意思，应该是这么说的。记得要做五连珠哦，不然就会被GG哦。断强化珠没关系，全面魔力归型该亏了。再开一个这个哦，这个圣剑哈，补血一下，补血一下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嗯，没带走哎，真是奇妙的世界。前方开的圣剑居然还没带走，世界真奇妙哈。应该是有带走了。我想一下哈，基本上技能算是全跳的一个状态，所以非常好，顺利的一波把它弄走了。来来了，我们连将亏了。先圣剑，那你可以看到光暗珠哦。龙哥，为什么这时候开龙哥呢？因为我们要绿出光暗珠出来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！绿出光暗珠出来，各位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了解啊、哦。好，大圣破防，基友开炮，直接舒服的送他一波哈。三到五哈、哦，如果 combo 数不是那么高的话，请各位多多包涵哦。砰！非常好的一个转足哈，全面连将再开，兄弟，出手吧！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波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！ 哦，应该算速刷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应该这样算很速了，因为对我四分钟应该算速了，平平三到五，好不好？那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，要速刷用这队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以上是这个感谢松泽提供的队伍。好，祭司什么会长联盟的会长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